我们现在开始讲的是诗的平仄力。平仄力啊，是有它的基本原理，掌握了基本原理，那么它的这个就可以啊无所不通达，因为变化也都在这样的基本原理里边产生出来的啊。所以呢，都一定要抓住基本原理。因为文学的规律，第一，自古以来非常的古老的时代就已经啊存在了，就是押韵。为什么押韵是那么重要呢？这个和我们文学艺术的共同的一个根源。我常说的哪两个字啊，各位还记得没有？踏、摇。踏是什么意思啊？踏步的踏。踏就是自然的身体的韵律，它等于在舞蹈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共同归一的节奏。所以你身体怎么样律动，到后来就要什么样一步踏下去，节奏就会一致了。我也和各位说过，我曾经在卑南族的过河晚会，各位知道过河的意思吗？过河晚会就是有古代的一种叫柴祭，甲骨文时代祭天的一种这个祭祀，就是堆积木材啊，在一个广亭之中烧着木材，然后大家在里边呢唱歌跳。那唱歌就是最根本的歌谣，因为这个歌谣的谣啊可以说是满心而发，四口而成，不假造作，直接从心坎流露出来，所以是心声。踏呢就是自然的肢体的韵律，所以我常说啊，踏摇就是文学和艺术的最根本的这个元素，也可以说是个最根本的起源，是这个原因。文学为什么要押韵？因为那个韵脚就是踏的怎么样，与踏配合在一起的。你把那个声音，一首诗的这个语言旋律的声音碰到韵脚的时候，各位还记得我说过吗？韵的作用是缩束的声音，声音缩束啊，就配合那个踏。所以最起先凡是歌谣都是有韵的，这是第一呢讲究的这个我们说韵文学的这个规律。第一产生就是韵，对应，然后呢我们语言，因为中国的文字是单音节单形体，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，
两个字就是两个音节，所以他的这个语言的长度啊，语言的长度就会产生一种语气的停顿的音度，而在这个什么呢？韵脚啊出现以前啊，韵脚出现以前的音节的多寡，就叫韵长。所以像诗间的韵长是几个音节啊？如果句句押韵，蒹葭苍苍，薄暮为沙，这个就四个音节，就一个韵长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，这就八个音节。韵长是这样算。那么八个音节的韵长，由于长度大，我们诵读它就必须要有什么呀？底气的停顿所在，这个就叫什么呀？音部啊，必须要停顿的音部。因此，一个韵长常常会产生滩破的现象，如果太长，滩破的现象就会分成几个句子。一个韵长因此可以分成几个句子，像刚才诗经所说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，它就分成四四两个句子。那么呢，所谓伊人就是什么长啊？就是句长，这些观念各位要它是句长。延伸到词里边，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，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你看年轻就是韵长，所以第一个韵长是怎么样？十一个音节。第二个韵长叫什么呢？十一个音节。这个第三个韵长呢，十七个音节。所以第一个韵长七个音节就摊破为五字句、六字句两个句子，这叫摊破。分开，摊则分摊，破则破裂。啊，这个观念。所以呢，开始有韵以后啊，就要讲求抑压，就会有音部，有韵长的这个现象出来，由于韵长。那么有韵以后，为了要这个韵长里边它摊破的句子，就开始又产生两种什么情况啊？一种叫起眼，一种叫长短句。起眼就是它的句子啊，句子摊破有的句子是整齐的，像所谓伊人在水一方，这诗经就是怎么样起眼。刚才我们所说的词这是什么呢？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长短句啊，两个练习。中国文英文学在句法产生了这两个练习。请问这两个练习
哪一个比较早，哪一个比较晚，还是两个是齐头并进？一般的事理来说，整齐和不整齐是不整齐比较容易，对不对啊？整齐你还要这个，总是由不整齐而来。你看，像这个齐人形成这个文学里边的实战性板腔体啊，到戏曲里边、说唱文学里边，这个诗就七个字，这个十个字。板腔就是音乐部分，是用板的节奏，腔是腔调。另外一个系统是长短句的，叫词曲系，曲牌曲。词曲系是长短句，曲牌体它的音乐呢就要有宫调，有曲牌啊。它本身来说，哪一个精致高雅？这两个曲牌体，各位所知道的京剧梆子戏是这个戏，元杂剧、明清传奇就这个戏，我们说昆剧、腔调剧也这个戏。我曾经呢仔细考察这两者之间，奇言、长短剧或者实战戏、板腔体、词曲戏、曲牌体，到底哪一个比较早？哎，这就好像说，后来这个是趋向俗，这个趋向雅，雅与俗是哪一个早，哪一个先呢？各位，在我们的常理判断，好像俗先，对不对啊？由俗趋向雅啊，因此呢，实在是板腔体也比较早，这个比较晚。那么这两者之间呢，奇言和长短句，就我们语言的应用来说，我们平常说话是长长短短自然呢，还是要用四个字四个字、五个字五个字、六个字六个字这样说话呢？那难过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又好像这个先这个后。如果说从现存的文献来看，哎呀，真是两者之间啊，难分这个什么前后高下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彼此之间其实是产生一种相依相伴、相反相成的现象。按上个礼拜王哥说过的，宇宙人间的基本原理，有阴就有阳，对不对啊？有轻才有重，有善才有恶，有功才有失。它这个是互相依存的。啊，从说话来说，好像它早，可是从文学的这个现象来说，实战戏毫无疑问成为文体，是比词曲戏却来的早啊。可是后来词曲戏破解为
实战史，别问后者。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各位啊，姑且呀、啊，不必就论定他的先后是非。好，就拿这个我们说一门学规律的这个先后形成的规律来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有运了、开始就一定会运长，一样就是这个运到你的运长，由运长里边就会自然产生聚长，由聚长里边自然就会产生怎么样？奇缘和长短，因此我们拿诗经来说，诗经是从它的技巧来说是四言，一说又有什么呀？五言，然后呢六言有不成体，才七言，超过七言以后太长，所以就变成怎么样？长短句。长短句就是怎么样？就是词，就是曲，啊，就是曲。这个是剧场啊产生的这个体制规律，啊，所以押韵有押韵的规律。那押韵的规律呢，就会有句句押韵和格局押韵，句句押韵和格局押韵。那么后来格局押韵的情况为主要还是句句押韵呢？格局押韵。为什么格局押韵会变成主要？各位还记得不记得我们说韵的作用是把声音怎么样说出，那是因为韵本身就有一部分声音是固踏的，固踏的。我们好像说过了，再说一遍，锦瑟端五十弦，啊，一弦一柱思华莲，庄生小梦迷不对，啊，这个都是平声，望帝君心都住间，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天日暖一声烟，此前可待成追，只是当时已惘言。好，我们知道这个是韵脚，这个是韵脚，这个韵脚，这个韵脚，这个非韵脚，非韵脚。当这个韵脚出来，它对于下边的这个同样的，你看所谓韵就是这个声音这个字声有局部相同的，都有局部相同。各位也喜欢问我说为什么这个不用这个低元音呢？因为呢高元音要降到啊这个原因，我们口腔对不来，所以只能降到那个半低音，所以我们这个是这个原因。它这个音出来了，
它就有呼唤的作用。当这个烟又出来，对它就咽的作用。同理，这个对它也有呼的作用。对这个烟，它对它有咽的作用。它对这个烟呢，照样有呼的作用。它对它也有咽的作用。对它也有同样呼的作用。它对它也有咽的作用。所以可以说，咽嚼是与声音的局部的互探，互探，互探就是重复，它的出现互探，产生呼应。那么呼应的作用，事实上就是什么呢？一种声音的回响。这个回响，就使得这个声音啊，它呢能够成为一个体系性的贯穿，一呼一应，一呼一应，它把原来呢一个句子，一个句子七个音节是散漫的声音。把这个散漫的声音把它收束到这里，然后产生呼应回响，所以它有贯穿散漫声音的作用。所以韵的出现就是把声音收束在一起，它的这个什么呢作用啊，好像这个竹子的这个竹子是贫穷的纤维素，为什么竹子要结啊？对，贫穷的纤维素是容易松散，风一吹就裂开的，可是有这个结把贫穷纤维素束起来，所以竹子在空中在风中它摇曳生姿啊，有韧性，韵脚的作用大概是这样。如果每一个字，每一个诗的字，都像一颗珍珠一样的话，像一颗珍珠一样的话，那么这个韵就像珍珠的串子，把它串在一起。使这些尊师怎么样光彩互相辉映，而不是一颗一颗的独立。所以韵脚的作用是极重要的，所以它第一。那么一个字一个音组，我们中国的语言又是什么特色啊？同音字太多了，所以它会构成副词，构成副词基本上是几个字为一个副词啊，两个字。所以在宋古里边，基本上是两个字为一个音部，为一个音部。所以五言诗就有三个音部，二、二、一；七言诗就有四个音部。一这样的停顿的方式啊，这音部越多，产生的曲折平柔度就怎么样，就越高越大。所以句长句子短，音部少就短促，句子长音部多，同拢，因为音部间有停顿长短的问题。各位还记得我也说过，这个七言，七言是事实上是二二二
间呢是有别的，比如说一片花飞剪翠竹，所停顿的时间就是寂寞字，寂寞字一定是意义的完成点。如果是韵脚，不止意义的完成点，还是声韵的完成点。这样的点最重要，最重要。所以你读的时候，寂寞字是要停顿最长啊。你把它补成音乐的时候，寂寞字为什么要特别怎么样？特别的音符，有时候还拉了旋转很久啊，京剧啊什么，昆曲常有这个现象啊。所以，秦始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，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知胡马什么，不知什么，不叫胡马度阴山。你把它引用也一样啊。今夕边关寒西关，对不对？你总不能在一三五这三个字上面拉得很长。如果谱曲谱得很长，这个音乐家是不懂的。因此要讲究的就开始剧场的部分，刘运茶剧场这些完了之后，我们中国人又在齐梁时代，齐梁时代发现了，由于翻译佛经的关系，发现什么？发现我们语言里边的声调有平、上、去、入四个声调。什么叫声调？历朝历代的声韵学家各有不同的说法。可是呢，我自己的观念，我很坚持，我只拿说说我的观念。因为一个声啊，它的这个产生啊，是由于震动，一个声音震动会有时间的怎么样长短，因此这个就产生音长，也有这个振幅的大小，振幅，也就是说它振动的幅度的大小，振动的幅度越大，是不是声音越强啊？所以它就音强，音强，就像音有音长，就长就短，声音就长短。时间短音就短，时间长音就长，振幅大音就强，振幅小音就怎么样，就弱。还有频率，频率越大，就单位时间一秒钟振动的次数越多的，这音就高，频率就高，振动的次数少，音就怎么样低，所以音又有怎么样高低之别。任何国家、任何人类、任何动物能发出来的声音，都是不出这三种。可是中国的语言里边还有个特色，就是音波呢
产生以后，它的运行的方式，这个运行的方式呢，产生的语言旋律相当的大。我们都说过，咚，对不对啊？运行的方式是什么呀？平舒的平，咚，这个就运行的方式是先抑后扬。运行的方式是下坠去，运行的方式声音没有出来，就跟射音把它堵住了，啊，所以平上去路，这个运行的方式，这是我们语言里边的特色，和印度有相当接近的地方。洋人、日本人的语言里边没有这个，所以他们学我们的语言，你好吗？对不对啊？或者说你好吗？谢谢你，他说谢谢你啊，就是因为他没有欣赏去，所以这个成为我们语言的特色。那各位也应当还记得，这个四个声调的特征，就有箭头的长音，就是短音，所以就有长短之别。曲折的，就是强的；急切的，短促的也是强的。所以这三则强，上气入强。平声肉，因为平声平舒肉，衡量和曲折的速度就是不一样。我们的桥横坡就必须要下边的怎么样桥柱来撑住它，或者用拱梁来怎么样吊住啊。就是以强来扶这个肉，所以我们变成有声调里面也有长音、短音，也有强音，也有弱音，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平的声音、不平的声音，像这个不平啊，不平叫这。那么入声音位呢，是属于强音和上气同直线，所以在说它平仄的时候，就归到了上气做仄声。那么像长短、强弱、平仄这三个直线呢，被运用成为规律的，就在剧场以后。产生了平仄力，产生了平仄力。好，这个平仄力事实上就是用平上去入四声来的，对不对啊？因此更进一步的发展到词到曲，更精细的发展。就发展成声调音，声调音，声调音的要进一步发展是什么呢？每一个字音，每个字音都不一样，每个字音呢，都。含有字头、字腹、字尾。譬如说，弦这个字，字头就是这个声音，字腹就是这个元音这个部分，字尾就是这个鼻音的部分。所以呢，再产生下来，
就是个温室主义。各位，书就开始拿身价来说，这个书就要讲求这个平均。唐诗声调律在诗里边已经注意到，可是它还没有形成规，像杜就有懂得在声调里边运用了四声五拍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句子里面，他希望平赏去路，希望平赏去路都兼备。因为一个句子七个字或者五个字，尤其七个字为多，平赏去路都兼备的话，声调变化多还少，就变化多，语言旋律就更精致、更优美。那么在唐代的音乐文学里边，尤其所谓乐，唐代乐，像魏晨、赵翼、清晨的《渭城曲》，他也开始讲声调。所以声调律在唐代就萌生了。我们呢，研究的学问呢，都要常常有一个突破不了的迷思，就是被政治划分的时代常局限住。你想文化、文学、艺术会不会跟着时代？唐代灭亡了，唐代文学就灭亡了？不会，文化艺术源源不绝下。可是研究者常常是划分时代。我现在突破这个，今年年底啊，或者明年初啊，在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会出版一个大书，就是戏曲剧种源流考试。就戏曲呢，不再是元杂剧，称作元杂剧那样的，不是元代才有，在金代就有，到明代还120年。我们现在说元杂剧，这事实上是错误的观念，它叫别曲杂曲。别曲杂剧就有它的渊源，形成高峰衰落、于是这样的变迁，它跨越三个时代，这才是戏曲剧种的。我们现在写元杂剧，好像元代完了，它就完了，这都不对。同样的情形也一样，就要打破这观念。那么像分析字音，就到了昆山水磨调啊。所以昆山水磨调歌唱的时候，一个字鸟情诗，能邀鸟是昆山的字音在唱的啊。这个叫做什么呢？以字音定腔，以字音来定腔啊。这个声调律啊，就是以声调来行腔，平声、上声、去声的唱法分明，就按照声调来行腔。因此唱戏的人说啊，你这个腔就唱到了，他应当要上声呢，你把它唱成平声啊，听起来呢，第一不好听，第二意义常会被误解。
的唱道词，事实上是汉这些歌有关。所以像这样最先讲究押韵，然后有蕴藏的观念，有句藏的观念啊，句藏又有奇言长短，然后开始注意到平仄律，所有平仄律、声调律、分析字音。那请问这个韵有没有发展呢？也有啊。那为什么刚才我们说中国的诗都喜欢隔句押韵呢？各位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啊？你们看看，句句押韵的话，像曹丕的《短歌行》，各位会不会背啊？秋风萧瑟天气凉，草木摇落露为霜，群雁辞归雁南声，念君客有思断肠。句句押韵就是七个字，这种呢说出一下，七个字就说出一下，这是什么呀？它的蕴藏了多少？七言诗的蕴藏了几个字啊？十四，七啊，十四个音节，十四个音节，它基本上是单数据不押韵，单数据，像这个，这不押韵，这是三句。五句，七句不押韵，那为什么七言诗第一句都要押韵呢？因为第一句如果不押韵，它开头到第十四个字才出现韵脚，会不会太卷、太松、太散了？所以基本上都在第七个字才押韵，啊，声情比较美。五言诗就第一句不必押韵，也可以押韵。第一句押韵的话，啊，那么第二句押韵，十个音节；这第一句不押韵，第十个音节才开始押韵，也不显得太松。啊，所以五言诗就变，第一句不押韵是正规。第一句押韵是变体，七言诗就变第一句押韵是正规正韵，第一句不押韵为变体，道理是这样。好，不押韵的句子，它的声音是松的，押韵的句子是紧的，所以拿这个七言诗来说，就产生了单数据不押韵的话，松紧松紧松紧的这种交替运作。各位，押韵的句子，一呼一咽，一呼一咽。配合上不押韵的句子，一松一紧，一松一紧，结果产生的节奏旋律感哪一个丰富啊？就隔句押韵反而更丰富，有变化。所以诗呢，基本上是采取隔句押韵，是这个道理。以上啊，我所说的就是大家习焉不察，也就是说我们所知道的常常忽略到一个要探讨的问题，
就知其然，更要知什么？知其所以然。知其然，又能知其所以然，你才是真正的了解，你才真正为学养。上个礼拜我们讲的评这里有几个基本原则，第一，凡是音部里边的评测，基本上是同类型的和弦，还是异类型的和弦？音部本身，音部就是两个字，两个字里边，基本上是和弦。可是音部与音部之间呢，绝对是相反，这是它的第二个原理，平仄律的基本原理。第一，音部本身是同类型的和弦，音部与音部之间是异类的，怎么样？相反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相邻的两个句子，它的平仄的类型，第一和第二是采取相同或者相近的和弦，还是相反或者大体相反的冲突？句与句之间，一二一定是冲突。可是连缀下来的二三却是和弦，四和五呢又是冲突，五和六又是和弦，也就是句与句之间，它先冲突和弦，冲突和弦这样的替换下来。冲突有一个术语叫对，相对。和弦也有一个术语叫连，连连，两个人连在一起的那个连连，这是它的基本原理。很简单，音部本身和弦，音部间冲突，句与句之间先冲突后和谐的地方，这三大基本原理先记住。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要破除啊，以前呢都要被平平仄仄平平仄啊，或者平平仄仄仄平平，这样被有一天忽然脑筋一就忘了啊，抓住这个原理就不会忘。比如说，我们用，还是用七言吧，七言比较多啊，要说。我们七言如果说用平来开始，那一个音部啊，平平，这是一个音部，然后和它要相反。这个声音音部本身都类型相同啊，这是音部本身类型相同，类型相同啊，可是音部音部之间是相反啊，
那么接着下来当然只有什么呀，零因为七个字，所以它是真，这是第一句。那这之间两个平安一个字还是相反啊，一个字本身当然自身不会和自己打架，他就这个句子就出来了，句与句之间就要怎么相反，你也要把各自的相反呢，平平各自平，你看这个是不是音部本身也是怎么样相同，音部之间也是相反，倒推一下，这个就是啊对。对之后，这年，年就是不且用先用相同，那么相同就是这明年，这年，然后又怎么样？就对，对的话就是。平平，这平平，这四句的话，这就是绝句的基本形式。绝句的基本形式，可是要有一种调整。什么叫调整呢？因为在诗里面，凡是单数句。单数据的孟子基本上是这声，因为它不押韵，但是双数据的墨字呢，就非平声，这个是基本上就是不押韵，但这个双数句的墨字非平声不可，因为它怎么样，它有押韵。绝句的基本形式这样，那律师再延续，把绝句重复一遍，也按照这个对联的形式，他又开始联了。零零，这零零这，然后就对了。这零零，这零，已经六句了，对不对啊？十六，然后再来，这又连了，啊零，这零零，这零，然后又怎么样了？又对。零零，这零零，这，各位，像这样的一个就是律诗八句的基本形式。这八句的基本形式，我们在就这两个原则，这两个原则来调试。第一句可以不押韵。但是我们说过七言诗，因为它句长，
我们第一句就要押韵。啊，既然要押韵，这就非改成平声不可，因为它要押韵。那你看就变成了平平平，三个平声连用，在声琴上我们说平声是怎么样的，是轻的弱的还是重的强的，是轻而弱的，所以三平连用是不合乎平仄的这个性格的。为了要这样，他这里调出了平声，他就隔一个音节来改为仄声。为什么隔一个音节？因为这是音部所在，凡是音部所在，它的这个地位就重要。但是音部里边，我们说平平仄仄平平仄，这些音部呢停顿的点，我们说这是寂寞子，仄声不押韵，但是意义完成点。如果押韵的话，声音完成度，所以最重要的是一定是第一重要的，这个是中途站。语气的学习是比这两个点要来的重要。那么这个呢，比起这个来，这个要重要点，因为它是开口的一种均衡。这个点因为有一个重要点在两强之间，所以它就是停顿的时间最短最短，因此呢，这就是第三，这就是第四。数目字越小，表示它怎么样？它地位越重要，这就不可更动。因此，不可更动的地方，像这个不可更动，这里不可更动，这里不可更动，可更动的只有这个地方，因为它什么叫更动？该平不能用仄。该仄不能用平，但这里平，因为它地位不重要，所以改的方式我们等一下说，就牵涉到一个什么问题，叫平仄的变化。变化也很简单，也采取一种律则，啊，这个律则是活的，抓住要的，就无所不能。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古人常说的一一三五不论，二四六分二四六分明是不可不完全可靠啊，我们慢慢一步一步来。先说这个，因为这个毕竟是音部点，所以尽量不要动它，啊，所以跳过这个非音部点来改正，由它的改动就由它来调试它。这个是第二句要押韵，没问题，正好。第三句是不可以押韵的，第三句一三五不可以押韵，所以这个也被改成仄声。既然改成仄声，同样的把这个改成，因为这样三仄连用太强了，太重了，因此把这个呢来移词调试一下，这个没问题，这个哦。哦，这个没问题，我说错了。那这个应当有问题，
我这条试过了啊，刚才是这平平，这平的啊，这个应当要改成正声，因为它第三句，所以我们把这改成原声，改成正声。同样的，这个应当会平声的，和刚才这个一样，和刚才这个一样。所以呢，它这里要改成正声来调试，这没问题，这没问题。好，这里又出问题，也一样的，改成正声，三次又太强了，所以明显。这里押韵的地方要碰到正声，所以改成这样，但是又三个。稍作调试，凭这里就怎么样，就标准形式就出来了啊，原理就这么简单。也就是说，凭这的这个练习，七言的不外乎这四种。你看看，如果这个是 A 的话，那么他就可以说。是小 A， 跟它类型差不多。这个是 B 的话，那么是小。你看这个已经完成的，我们来看看，这个就合乎怎么样？合乎那类型里面的小 A， 不对啊，是小 A。小 A 这个一定是怎么样？一定是小 B， 小 B 和他一定是大 B， 就是连了，对。那么他呢？看他几点不对，那么他是小 A， 这个呢一定是大 A。这个彼此之间，这一定要有对了，那么他又要怎么样？要连，所以这边呢，彼此之间怎么互相呼应？所以凭这一事上是这四种类型而已。对不对啊？好，接着，如果五言诗一起把这上边砍掉，就是五言啊，绝句、律诗，把这个砍掉，就成为五言律诗。四句的话就五言，绝句。因此呢，如果拿五言来说，就是五言的仄头加平头，就是七言诗。如果七言的话，把七言的平头砍成五律，就是平头砍成怎么样仄头啊？五七言的关系也就出来了。好，接着再拿，注意我们现在说平仄律的变化，平仄律的变化，各位想一想，事实上就是强弱轻重之间的基本原理变化，不可以太强，也不可以太弱，太弱的要把它补强，太强的要怎么样，要把它减弱，这就是平仄律的变化。可以变化的这135，为什么135啊？它不在音部顶上，
叫一三五。可以变化的部位只有两个类型，第一是 B 一三五四，为阴部里第一三五四都不是在阴部里，不在阴部里就比较不重要，所以可以变化。第二呢，在阴部里虽然它在阴部里，但只限于第一三五句至第六句。为什么一三五句啊？因为一三五句的句末字只是意义完成点，而不是什么点呢？不是音节完成点。它地位不如生命完成品的押韵的地方，不押韵的意完成品比押韵的意义和生命的共同完成品是更次要的，所以只有这两个可以变化，都是因为它重要性的重要性。好，如果这样，我们如果把这个字变成这三，各位看看，这两个思考，请问每一个音距离句末越远的重要还是越近的重要？越近的重要，对不对啊？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向阳花木已为春。皇帝身边的太监有时候变老，你们有没有看过长官的机要秘书啊？比谁都大，懂了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字距离他最远，所以呢就不是这么重要，所以它平这变也可以，就无所谓，变不变都可以。所以这点呢，可以说用平也可以，用字也可以，但是像杜甫那样的诗人，他总觉得你看。这四个声调里边，它变仄声啊，多可怜啊！这个平声会不会变一大堆这个墙？如果它是个弱音字，那在夹着三个壮汉之间，会不会显得很抵触、动摇的？因此，会采取两种方法，把这个它不在音频上，变成平声。来救他，使他变成这边平仄。你看，舒坦开了，使得他这里边四个声调，两个仄声，两个平声，采取间隔，他是这边平仄，
你看读起来是不是更加响亮啊？若这云这这不一样，这云云这，对不对？里面好多的非常。所以像这样是一种救法，在句子自己来救自己的本质是救，救就是因为他凡不合乎平仄律的，凡是有违背平仄标准形式的，都叫傲处啊，傲就是要扭曲规则。你看我们说某人啊，执傲不贪，傲硬傲，现在正常不行。傲具有旧本具之旧，就是不旧。同理，如果呢？这个不改平平，把这个第三个改成平，保留它原来的平，这个地方变平了，各位觉得怎么样？三平连用会不会显得轻一点呢？显得轻了，可是它还可以，为什么可以啊？因为它距离啊，它的中枢还算遥远，这个地方它是属于上半，不是下半，所以呢，不救也可以，因为一个仄声可以成三个平均，仄声强，但是像杜甫这样去做这样一种诗人，他照样会怎么样，把这个字。改成这来救他，所以一和三是常常可以彼此互救，对不对啊？你可以救我，我也可以救，这是第三个题，而这个第四个绝不能改，这个绝不能改。第五个字各位来看看，第五个字啊是平声，如果改成仄声，各位看看，这平仄，这个一定会什么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被压迫了。所以就非来救正不可，否则就太傲。他救的方法呢？这个又不能救他。这里呢，盐水如果这里改成平声，平仄仄平仄，还是有四个。四个里边，只剩下他一个平声，还撑不住，就平声。所以各位，他呢，像这种情形，他就会找对方来救。我们说过，蕴藏，这是同一个蕴藏里边，同一个蕴藏里边的声韵。是同一个体系，各位注意这个，同一个蕴藏里面是同一个体系，它彼此之间是息息可以相关的，虽然分开不同的句子，但是它是在一个蕴藏的体系，所以它呢，请问可不可以用这个来救它？这个来救他的话，他改成平声，哇，他本身就是自身难保，三，所以就请说，哎呀，这个
为什么不吃货？这个不吃，这个同类型，他的对基因呢怎么样？拿这个看，他的对基因是这个，他的院长是这样两句。好，如果这个变成自身，你就请你的对方证明改平生来救他。这一种情形使得他这里这平这，而这里变成点点平这平，产生个格局间的均衡。格局间的均衡，像这种这个格局一样，所以这第六第五个处不可以不论，也必要救，而不是一三五不论，像这样第五个处你非救不可，这个比较麻烦，各位同学。那么来看看这个它的对局，这个应该也可以改成平生。那么可以不可以用这个来救它呢？如果用这个来救它，它就成这平这这个平生又太弱，这个是很忌讳的半空平。所以这个就不能来救他，那只好找谁啊？哎，找他来救。所以像这个呢，他可以来救他。同理，如果这个地方变成他改名字，他也可以来救他。所以叫做格局来救，这个不能改，这个也不能改。所以第三个就像这个一三五不论，就第三个就归论不合了，因为他改这什么太强了，这个就不清楚。那么这个呢，如果这个改成平生呢，可以，为什么可以啊？因为这身强，他这里可以。这平可能平这平还无伤，所以这个只是可以改成平生的。如果改成平生想要救的话，也可以找对方来救他，所以也可以格局救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类型，这类型。你看，如果他改自身，他显得怎么样？显得太稍微弱了一点，因此和他相对的这个，我们还把它数出来，好，他们是相对的。如果他改平生，那么他改自身可以来补救，他改自身也可以来救，他改自身他也可以来救，像这个都没问题，这个不行，第四个第五个字如果改自身的话，又显得怎么样？太强了，连三者可不可以用它来救他？不行，因为改平生连三者，所以他们彼此不能救。那请问这个如果改成平生的话，就变成各个的平平平平正，平生太多了。因此他要用自身这改自身来救他，所以这个第五次
可以改，第六柱也可以改。第五柱若改这身，你就要用下边的改平身来救他。第六柱若改平身，同样的第五柱改这个什么呢？这身来救他，就叫本具自救。这当然都不能改。那这个能不能改？就不能改，因为一改就伤了。类似这样子，各位呢，其实就是凭着变化的原理，只在一个什么呀？自身不能太多集中在一起，平生也不能太多集中在一起，避免它过强或者过弱，使它这个强弱均衡。155页的例证啊，七言第一字的平仄，七言第一字的平仄通常都可以不论，因为它不在音部上，距离句尾有最远，地位最不重要，所以该平的可以用仄，该仄的可以用平。如三顾无人，百鸟集，君在江南相忆否，半江景色半江红，且看玉镜花惊艳。好，这四个例子，三该仄用平，君该仄用平，半该平用仄，且看的这看看要读看，且看该平用仄。但是讲究深情的诗人，往往也在本句之中或对句之间谋得补救，因为首字不合平仄，七言的前四字就会产生平仄平平和仄平仄仄的现象，使得伤情或伤轻或伤重，所以往往也做了补助。各位看，这个平仄平平就显得稍轻，对不对啊？四个字，仄平仄仄是不是显得稍重啊？所以诗人的笔解救方式翻过来，从居两开他日泪，即为青琐点潮斑，上面两例从字该仄用平，于是就以两字该平用仄来补救，使七言上四字成为平仄仄平，仍是双平双仄的均衡。同理次例的己字该平用仄，就用第三字该仄用平的轻轻字来补救，使之成为仄平平仄，仍是双平双仄的均衡。像这样就叫本句自救，以及句中某字不合平仄律，改动句中另一字的平仄来补助，使之声情依旧和谐，不致拗口。好，像这样清楚不清楚啊？应当很清楚吧？啊，好，接着。本句自救之外，还可隔句互救，如恢复孤城落日闲，每依北斗望京华。上例出句回字该仄用平，因为诗是两句一联，声情平仄相反，有互动的关系，所以就把对句同地位的字用该平而用仄的每字来作为补助，使出对两句前四字成为平仄平平与仄平仄仄，仍旧保持相对相反，像这样就叫隔句互救。好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，因为诗的韵场啊是一体的啊，一体的主要的缘故这样。再看如下一例，相报卓于鹦鹉立，第五七老凤凰之，
上隶出具箱子该这用瓶，镯子该瓶用这，对句篦子该瓶用这，漆字该这用瓶，使其首四字之平仄成为平仄仄平与仄平平仄，仍旧保持相对相反。这种情形，就出对句本身而言，箱与镯，篦与漆，即为本句自救。但若就其出对句间的关系而言，即是隔句故救。箱和镯，这就是本句自救，但箱和篦就是隔句故救。基本原理其实就是很简单，仄声重而强，平声弱而轻，平仄律的组合不要使之过重或过轻，要使之这种均衡，使它均衡而在平仄律音部的这个运作之下才会抑扬顿挫，就这么样子，生情就要我们的祖先慢慢琢磨，慢慢这样子说出来，其实就是这个道理。但是古人不说这个道理，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我们现在就把其所以然说一说而已。五言诗的第一字和七言诗的第三字，其平仄出五言的平平仄仄平和七言的仄仄平平仄仄平坏，其他二是平平平仄仄和仄仄平平平仄仄，仄仄平平仄和平平仄仄平平仄，仄仄仄平平和平平仄仄仄平平，都可以不论。如以下诸例：少年无不可，仄平平仄仄，水客暗游烧野火，仄仄仄平平仄仄，何事清秋清涌，平仄平平仄，秋山春雨斜凝过，平平平仄平平仄，疑是紫云居，平仄仄平平，客心何事转凄然，仄平平仄仄平平。这个为什么这些都可以不救呢？有没有看出缘故来啊？像少年无不可，虽然那个少该平用了仄，但是它有没有产生平声过轻、仄声过重的现象啊？没有啊，因为两个平声，两个仄声。同样的，水客暗游烧野火，虽然仄仄仄这个暗字该用平声，它用仄声了，虽然上面重一点，但是有两个平声呢，还舒展得开，不像一个平声被逼得太紧，所以像这样呢，也还可以，啊，还可以，这个说得过去。那么何事秋清涌？那个盒子该仄用平，但是他用了平以后，也由于仄声比较强，所以平仄平平仄也可以这个过得去。同理，秋山春雨闲吟过，虽然上边的春改成平声了，应当要仄，结果连用三平，但是这三平是在句子的开头，句里句尾还远。如果说三平是在句子的下半末三字，那就不可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距离句末的意义完成点和意义声韵的完成点
太轻了，生情重要，太轻就不可以。前半比较没有关系，道理是这样，宜室主人居啊，那么这个宜是应当自生，改成平生如没有影响。客心何事转凄然，这个客是平生改自生了，因此合适的合来救了他，变成这平平这这平也没关系。但诗人有时还是用本句自救和隔句互救，使生情更加稳协。本句自救如上立末句之客字与合字，隔句互救之立如上立倒数第二句，其出句作夜台惊起末，其叶子即给予一字互救。其实这些呢，各位自己看，不出我们说的怎么样，基本原理啊，基本原理。下边这一下，我们下个礼拜啊，再带各位看一下，然后呢，我再做几个出几个题目，让你们试试看，看你们通不通，啊，检验一下，我就安心了。有没有把这原理记住，你就无所不通，啊，无所不通。好，今天就上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